2023苏迪曼杯昨天进行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，其小组赛第二轮结束。虽然小组赛还有一轮打完，但已经产生了八强席位，小组二战全胜的球队就能晋级。最后一轮就是争夺谁是小组第一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这关系到小组赛的签运规则，好像是小组第一不动，小组第二随机抽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刚拿到2022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队，二战全败小组未能出线，同组出线的球队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台北。 A 组中国5-0新加坡1，郑思维、黄雅琼22-20、21-19，徐永凯、陈威涵2，石宇奇21-10、21-17，郑嘉恒3，何冰娇22-20、21-15，杨家敏4，梁伟坑王场19-21、21-13、21-14，郭俊良、骆建贤5，陈清晨、贾一凡21-7、21-8，金宇佳、黄佳莹第三日完整赛过 A 组。中国5-0新加坡，丹麦5-0埃及 B 组，印尼4-1德国，泰国4-1加拿大各小组出线球队 A， 中国、丹麦 B， 印尼、泰国 C， 马来西亚、中国台北 D， 日本、韩国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